用请大地讲堂总执事开始。好，大家同事阿曼，那个战胜你那个，你那天讲要去开场白嘛？吼，要去暖场用暖场就对了吼。有计划喏，食饭吧，食饭吧，甲三点这个中间。两点半进前。一点加吃饭饱啦吼，吃饭饱差不多在咱青山吃啦，吃饭饱啊，然后休一下啊，看电视要开始就开始，到尾安怎走拢无要紧啊，时间会用做到两点半嘛，拢无要紧，好无？啊，不然麻烦你哦，我安尼加多留个了，好啊，谢谢哦，有啊，咱家己个集团的吼，好，安尼我咱开始来讲啦吼。这个5月28号吼，咱的追思会啦。安即马久无去圣山，恁去看哦，也拢无同款啦吼。啊，所以希望28号吼，大家尽量去参加啦。咱的同修吼，尽量招人去啊。这对咱的这个。台湾民主未来民主教育有很大的帮助啊！咱遐有一个困扰，就是这个神的观念啊。因为长老教会因的讲神，都干了一个啦。啊，咱这个汉语吼，用汉语画出来的这个花纹吼，汉文哦。讲神是作者的呀，所以应该是伊也用着汉文吼，应该爱甲这神吼多元化啦吼，因为咱的生活嘛多元化，民主就是多元化社会啊，啊信仰哪有讲干来用信一个尔，所以安尼我感觉对其他的无公平，啊但是当然嘛莫学别神啦。啊，甲大家报告，这一神的信仰哦，较好宣传，但是啊偏激啊，感觉我这个神，我这尊都含你尊无同款哦，哦，我回教的这尊吼，啊含你基督教迄尊都无同，啊两边都写起来，啊我讲你。异教徒啊，伊讲我异教徒的，天堂唔都无讲啊，天主教有一个天堂，基督教一个天堂，啊，佛教的天堂更加济，但是拢一神教，哦啊享受也不一样哦，所以他变作讲，安尼这个人为的划分呐、啊、哈，人为安尼个区隔哈。啊，切一个吼，人讲天无罪啊，啊，咱人咧害天，去害着天顶的天公哩条，所以感恩是感恩，劳动认真做这的人嘛对，咱食一顿饭要感恩吼，敢若感恩上帝。嘛唔好讲唔对啦吼，但是哦，感恩上帝赐给我这一餐，啊，我们每天生活很愉快，啊，拢讲上帝，因为啊，安尼记下会掉啊。但是上帝也无，即个农民去拍拼去做，啊，无即个产品出来，你要食什么瓦果？所以后来才觉得，应该。有的人就说啊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了吼，所以传教好传教，但是问题吼，多元文化信仰吼，它不公平，所以现在拢保留咧，你无管什么道吼，佛教道、基督教道、什么道，大家拢会希望保留地方的传统信仰甲伊的方式啊。啊，然后然后庙会嘛，拢去参加，
哦，阿妈感觉讲，哦，安尼很荣誉啊，荣耀安尼啦吼。这回效应是唔是？哦，本来要做庙会啊，大家讲啊爽啦安尼哈，啊都唔敢做庙会。我看一寡千里眼顺龙鱼甲迄个大爷诶，大爷无出来。千里眼顺龙鱼甲一寡迄什么神童，迄拢有出来。你到尾啊，咱想讲，安尼台湾的信仰应该是信仰迄个有咧实践的，有咧实践的人嘛。哦，啊，若你这个人都真正有咧实践，啊，上帝高高在上咧，伊也无要来做人啊，伊做人讲叫耶稣啦，啊，耶稣怎样定是未过啊？啊，这是西方那边的。得显化，啊，都无显化对东方来呢，东方都唔是安尼显化，啊，所以西方也较有势力，啊，信这有好处，有保障，哦，啊，就去信啊，啊，就讲咱台湾人黑名单呢，啊，走路啊，去中伫美国啊，未转来。啊！你啊，信中路教会，中路教会认真，甲你赞助庇护啊，互你帮，甲你帮忙。哦啊，家家都拢中路教会啊！啊，因为遐拢读册人，啊，知识程度较悬。哦啊，看咱台湾遮啊，庙会啦，创啥吼？庙会是闹热啦，但是有个人的信仰嘛是爱信仰济。哦，啊，看程度啊，唔是讲信庙会就信妈祖的就程度慢。但你啊，讲要讲自由民主人权的，啊，还有个另外一个层面，啊，这都安尼踏起嚟，你无知啊，哪有面顶遐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到尾啊，才变做讲，有些人都看不起那一种信仰，啊，所以选举足奇怪，要爱票的时阵吼，都会去选，信主的人还是信神的人较济吼，都挖去遐，啊，到尾啊，看看咧吼，啊。信心的人较侪咧，啊，就挖对信心的遐去，啊，逢庙必拜啊呢吼，然后不管我是什么主耶稣或者我拢逢庙必拜啊，所以迄个啦，安尼算真个嘛骗票了，嘛四界咧骗票，所以咱圣山吼，咱是采取最大台湾人的信仰的最大公约数啦，它叫做台湾信。哦，啊，基督教徒甲咱讲，啊，恁这哦，迄个台湾人，阮这信基督的未来，我卖来啊，卖来。我讲，啊，阮这信基督的，哦，恁哪敢入去买台湾人哦？我讲，啊，人伊托梦都讲要做人人啊，哎，啊，伊参啥点点你听？啊，恁要拜来拜，唔来拜卖拜，阮咧做教育的，所以哦。信神呢，信教的傲慢吼，直接暴露无遗。咱这廖文杰这吼，伊在生就讲信中路教会基督教啊，基督教。啊，咱请牧师来咧做见证啊，咱这回你有甲看，请牧师啊。啊，有一寡渔夫啊，渔夫就是。就是迄、那个有迄个基督教，讲我咧信基督教，啊，但是哦，我作信教义的啦，啊，作信迄个仪式的，啊，你这都无同款，啊，就批评东批评西，咱下摆咱圣山吼，来咧甲咱参观的人，这款人会坐起来，啊，遐的人吼、哦、是听道作假啊，啊，咱同款作客气甲招待，哎、啊，了解啦、哦。我们不要去跟他辩，啊！阿公阿姐都马林中路教会建议讲爱用台湾神的，阿唔样咧，咱咧圣山哦，咧中路教会拢讲哇，用台湾神，用台湾神，对啦，伊嘛知影台湾神，迄、那个神的信仰人较济啊，啊，就这样，我讲这就教育啊，啊，教育就基督教的就用基督教义生，啊，道教的用道教义生。嗯，阿、啊、佛教的就做佛教的仪式，哦，
阿伯迄个佛教的改革者，迄个叫做林秋武吼。嗯，啊啦，要来佛教的会议，要来你遮弄，安尼嘛是好用啊，嘛是甲请伊来啊，同款意思啊。哦，啊，我看林秋武伊无啥爱人去甲布遐有诶无诶上经伫遐换故事，所以咱即下拜拢会办啦。所以咱来以圣山为荣，圣山真正是精神的堡垒，民族思想的启蒙地啊。所以我唔当讲同修那第二节，同修第二节就无多管理啊。同修几个人都歹管理啊，啊我即卖讲，只要互恁管理，咱就会也管理咱家己，卖讲。拢总问杨医师啊，杨医师啊，讲会使，伊就会使，啊，你讲袂使，都袂使。姓蔡都毋是我个啊。啊，我也毋是一神论迄款传落来。逐尊拢神的，那逐尊拢神。啊，就家己大去经营嘛。哦，啊，你普通时就是赚进赚外面钱嘛。所以咱尽量互大家方便吼，把遐当作一个共同的这个生活的区块啊，我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做好，啊，交给大家去管理，这样了解了吼。莫讲拢杨医师管理，杨医师当场，杨医师讲会啥？我讲安尼我都不是啊。我们不是那种人，也不是马英九。我们是大家一起来，但是大家一起来的习惯，大概要建立起来了。我伫对大地经营开始，拢伫哩，不要一人自尊啦。你个人吼，你看我，我去台北也参加宴会吼，也拢穿上歹。啊，我感觉我都穿袂歹，啊，那翕起来变我穿上歹。原来大家人拢爱穿西装啊，你听。啊，穿西装要袂热，一定爱冷气作用啊。啊，因的环境底下惯习啊。啊，所以咱这去啊，无作息的人想讲，啊，都。这个就免含伊交发名片，你听。哦，啊，人就较紧特别甲咱介绍。哦，这是安怎安怎安怎呢？吼，我拢去用介绍，甲感觉无遐伟大吼。啊，人也介绍了，啊，我就来要交发名片咯。讲迄个人吼，都在冒看迄个面相啊。我伫先刷讲，佛要金装嘛，啊，人要什么？人要西装啊，啊。啊，爱衫裤啊，啊衫裤我冇穿啊，我冇是穿内裤去呢，啊所以，爱有点假啊，爱有点假象你听，所以有个人做爱面子的人哦，啊，走去找我啦，啊，因拢穿到足体面的。啊，看我遐吼，看到我安尼吼，伊就感觉就把你矮一截。迄真情是个较早有两个人去找我，哦、我拢穿西装、西装打扮安尼，我、哦、啊，我看迄都迄也无啥，啊，就起安尼吼，拢咧穿多啊，嗯，啊，我冷气拢开西啊趴嘛。算袂流汗就好嘛，啊，内底嘛暗暗的，无讲真光无装，有电火啊，装光嘛足光的，啊，就安尼有光就好。啊，这，我安那看看，头起先足光景了，到尾看看，伊感觉这块嘛无啥哩，就甲我讲，甲哈，你的这个伯父是谁？我知道。你的女儿读哪里？我知道。我说你在放屁，你要干什么？赶快讲。
你说我们是军情局派来的，某某将军派来的。哦，你要知道什么？哦，你们最近以前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滑头仙翁秘方秘方》嘛，哈，我有一本嘛，哈。还有一本讲我们这个将军呐、啊，夫人呐、啊，很信他。啊，我说有没有效最重要啊？你给他讲。那个将军夫人说有效，啊，伊怎家己去印印上别人哩？啊，印安去个？你们两个去给我调查那个杨，那个姓杨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就来，看看我的真正医生。我说阿庄，你刚刚跟我讲说我伯父我女儿，你是要干什么？恐吓吗？你要恐吓我吗？啊！我刚刚全部录音了，啊，其实没有。啊，伊看我哦，看我白啊个翕相，要去给因将军看，讲这有白，伊这毋是胡白讲。啊，那他等起啊呢？这个文化呐，这个性哦，结构。啊，个宪兵队个啊，我也要去给他调查啦，调查汉阳之乡啦。我连海洋出生了，在一种骂骂国民党，骂这个马英九，啊，这个上级要我们写报告啊，啊，我问讲，你们所有的报告，大地网站看了没有？伊讲没有，啊，你看完再来嘛，啊，你外面那个车子在那边等干什么？伊讲要请我去喝咖啡，我说咖啡留给你们自己喝了。我来个护照哩，我做起个邓多啊护照。我伊就讲安尼，特别叫我去啊，甲我哈去问问一讲啊，那个放我出来，门都没有。哎，国民党呢做恶做毒哩，我看做无起。啊，去用车哦，啊，家己安尼，惊惊，想讲这里唔知啥物人，安尼走哩。一总统的创办人。调查局的创办人班立夫啊，一吃老的时阵，含我老妈子的，因为我做校友会总会会长嘛，啊，伊做中国医药大学的董事长，头起先甲当作老麻嘛，因为伊叫我穿西装，我拢唔穿嘛，啊，逐摆翕相拢爱含伊去做伙嘛，啊，伊感觉你那无爱穿西装啊。哎，阿姨都拄着我这高怪，我讲我穿西装很难过啊。伊讲我帮你做一套西装来，很凉，我不爱啊。啊，因为我会用机会来这做帮手啊。啊，因大概拢惊我啦，啊，所以直直创空，不爱和我机会来这做帮手啊。到尾啊，我甲蔡长海讲啊。讲恁免安排我做董事啊，恁放心啦，我袂去啦，恁安排别人啦。啊，他怎啊规个安尼？吼，放心落去，知？那我从此就很少去理会。啊，但是陈立夫弟弟要叫我做董事啊，因为阮校的董事会面顶要过一个董事会，叫做立夫基金会。伊伫我要叫我去做这个啦，啊！但是伊迄个机要必须吼歪哥哩呢，叫钱立夫的名吼，因啊伊也落掉咧，啊去模仿伊的签名歪哥，啊去我抓到咧，啊所以钱立夫就讲你要来做董事，哎，帮我看好立夫基金会，啊立夫基金会可以管。中国医药大学的董事会，哎，我都比做跳咧，佫较悬呢。我千方百计吼，把我压掉了。我讲你身份证影印本也是，还把我扣了印章，我讲你还给我了。啊，所以钱立夫伊足感动啊。我你这个人不要钱，也不要名。啊，也不要权力那个权，伊就问讲，
你要什么，公瓜要什么啊？啊，我甲第一句甲讲，我要你把那一个地址，就是我拿买一块地，地址送给你的那个2000万哦，要赶快吐出来，因为那个是假的，那一块地有问题。陈立夫二话不说，马上退回。啊，你听，我无意见，甲要死啊！因囝作啊，因囝叫做陈泽崇，因囝伫内底当属，啊，伊咧管财务的，吼、哦，硬甲要死的，哎，啊，退回嘛。人陈立夫很坦然啊，到尾啊，伊甲工作者代志，讲到这对总统甲这个国民党的代志，我个懵啦，就一直讲一直讲，我无爱叫伊讲，伊就直讲直讲。跟他讲我听了，所以我知影足济国民党迄阵的秘密啦，迄个。所以有一摆迄个调查局讲你搞我安怎，我起啊对头甲错到尾啊，讲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说陈立夫是我的老朋友啊，哎，安尼你听。我他开始惊我，啊！但今嘛翘起来无卡多啊，翘起来唔好想讲，啊好加在政党轮替。然后现在讲政党轮替啊，调查局卡在阿扁的时代，啥物人做局长？苏茂林，对吧？啊，苏茂林呢，伊真保守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无要配合啊，变要爱的物件。但是伊含陈定南、陈定南加马子，啊，所以伊讲我听直属长官，我不能够做，不能听总统的，总统不能管到调查的，啊，伊也有分寸嘛。啊，到尾也唔通去换下 A 生帽，啊 A 生帽怎啊通一挂消息互阿扁啊，他怎啊阿扁啊都这马加一条嘴 ，A 生帽都叫掠一关。啊，这回，因为苏茂林我还没作息个，苏茂林叫尹清峰，尹清峰在哪？唔是尹清峰都。迄、那个我到尾啊，我来调查局长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叫做啥物风，啥物清风的查某啊，哈，好、哦、王清风吼、哦，去甲伊讲，你退休金吼、哦、要领一般公务人员退休，不能够用部长，甲这里、個，诶这里新风去退休啊怎，我。存了存三分之一，你瞧，哎，王清峰哦，都反对死刑有啊，他是反对死刑嘛。啊，完了有伊个坚持啊，哦，啊，所以马英九就第二个换掉，换到尾啊，变做无反正死，无反对死刑就砰砰砰安尼。啊，其实死刑我是赞成的，所以你正数确凿嘛，因为咱。中华民国的国政吼是没有教化功能，无讲哦可堪教化啊出来了，总要变作好人，这种情形几乎看不见了。出来不牢固的再犯了，爱在内底表现良好是安那呢？要较紧假释出狱啊，像爱强暴犯啊，一出来了就随马上都无三点钟呢，随过去。强暴啊！啊，佮佮判刑佮几笔，嗯，啊，无偌久佮假释出狱安尼，啊，都不断被强暴，不断互人讲强暴安尼，安尼这诶、欸、这，这个感觉是咧创嘛？感觉伫民主国家是当作教育机构，你这个人无路用，甲你教育有路用，你这个人是安怎无要互你死刑？因为看讲你是原来是一个人。他是以人权做出发点，所以你的教育呢，
啊，有教育看的无？无啊，杀人犯出来嘛是搁杀人，诈欺犯出来嘛是搁诈欺犯，啊，等到较大班，哦，一班变作侪，后壁出来拢讲啊，我来投靠你，我们共同来诈欺，啊，如果作大班，啊，如果慢慢呢，像阿彪入去拢有人服侍啊。啊，出来哦，啊，就一班搁较大班啦。安尼，这哪有讲啥物监狱、监狱是咧创啥？无功能嘛。你像这回台中监狱，换这个，这是大通牌啊。哦，啊，就恐吓陈水扁啦。你安怎搁聊遐乖啊？哦，房间穿好好了，啊，还挺好意思啊。啊，你陈水扁也蛮惊。啊，我这是，这不过参加个国宴。啊！你搞哈哈呢？啊！这人我都看邱泰山嘎嘎换掉无啦，古泰山啦。但是需要考试监察爱立法院开会的时阵爱去用电啦。所以这个效应啊，咱要给伊时间甲空间吼去表现。小英即马都准人准备要甲暗杀吧，准备要甲骗啊！所以伊最近马英九迄个叫做装甲车吼，唔敢用你听，惊伊讲我接伊个人介性啊，我接落就好啊，那就阁换，惊伊讲内底有人创空，我要互你的时阵到时我甲你按了，哎，砰你就无去啊！所以伊就换一组，叫做奥迪的嘛哈。啊，所以啊，这组是咱的台商吼，做内行的科学家吼，去含军方配合嘛，来个加强。迄个什么炮？那火箭炮呀？啊，平者未水破去啊！哦，伊未歹哦。但是坐一台车足贵个，因为迄开始发动要会行吼，我、哦、迄油拢爱，迄引擎拢爱比人较大点，哎，加油量足大。啊，就是这样啦，哦。啊，所以，迄爱个买唔带两台啊，三台，啊爱坐一个是假的效应。哦，小英要嫁，咱遮足侪人拢有法度嫁啊，因遐约用啊，个个话行啊，啊面碰碰啊，就作成小英啦。所以这个经营哦，即马台湾这边的，咱这边的这个军方嘛，开始咧戒备啊。啊，中国吼、哦，习近平你知啦吼，嘛随时人要甲暗杀啦。所以伊嘛有假人，嗯，假习近平。咱台湾最近有一个习近平叫用病死啊，用台死，你知无？你唔知道？迄个做电视广告的，讲什么什么情杀案了？我迄面不够像的啦。我讲，迄、那个啊，迄个习近平面在不够像。我头先叫我讲，哎、欸，习近平那叫用台死。啊，对习近平迄款面吼。在中国嘛，足济，哎，最近了做领袖的面拢全作成的真济，哎，所以、比较好伪装啊。啊，听讲以习近平的坐车哈，我那去用，去用扁骨也拜去，好、嗯哦，所以大家注顾不暇，全世界啊，这。不管中国还是美国啦，吼，插过的国家啦，吼，大部分拢特别灭亡。哦，什么这个恐怖主义国家、强人国家，吼，啊，咱对我伫线上我讲，我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伊拉克，伊拉克是天堂的，海山在通敌的时阵，吼。读册免钱，医疗免钱吼。哦啊，大家用领这个福利吼，啊领甲足好个。
啊，但是变作讲你反对海山，你都我都给你好看，安尼尔啦。啊，因为海山无要听美国的话，啊，美国惊伊，迄石油怎啊去互断掉的？啊，就借到一个讲，它有毁灭性武器吼，啊，怎啊讲消灭掉的？哦，海山的想法，还叫掉。啊，救掉去以后，你美国你唔多爱，甲扶持一个民主的政权吼，啊，佮爱教老百姓，啥物叫做民主？你听，老百姓用通敌惯势啊吼，无民主思想呢，伊拢讲你互我食，我穿啊，福利较好嘞，我就对你好啊，啊，你就是王。啊，结果恶了，硬讲要民主选举咧，那么换歌手啦，下埔到尾啊，伊拉克即满啦，哇，那开始恐怖主义出来。我阿哥有一个国家可怜的国家，全世界出美女的，叫做委内瑞拉，啊，委内瑞拉出一个强人，哎，强人嘛咧反美哩。啊，无委内瑞拉的石油吼，卖出去吼，因这个国家免生产的，不必种一根稻子，也不必种小麦、冬种面。啊，老百姓都有通啊吃，有通啊穿，读书嘛免钱，啊，用抹水去训练做美女，去世界比赛得冠军。诶，即马安那你知无？伊石油去哦垄断去。我就以为收入变做输人嘞，啊，伊嘛选一个民主的总统，啊，这个民主总统含财团结合，啊，老百姓那边都无通啊食，因老百姓无通啊种作啊，伊本来都无要种作，伊享受惯是安尼种作，买都有，结果即马用抢，人吃人呐，哇，足恐怖，迄已经失控了，咱台湾也失控吼，啊嘛是。所以全世界上惊伊讲农业被消灭，农业去用消灭，啊，迄只狗吼，都是要用中国的农业来消灭台湾的农业。咱台湾农业啊消灭，我政府无咧管我处理，还阁有田好种，还阁有米好食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现在要把台湾变成全部是资本主义，但是我这个资本是要靠中国资本，所以中国来台湾地里买生产地，买什么货，什么什么驻京区啦，尤其那苗栗那个刘振宏那个作外国的，那个都没做了，因为他程序合法，毫无地方自治条例，消灭台湾的农业，甘愿让它废耕，会耕就是变做你免耕作，啊，我政府甲你补助，啊，有一天政府也无钱呢，啊，我这田要随种，明仔载干就会生稻啊，田要付伊爱几年，啊，五年对，啊嘛，咱人会用等到五年后，啊，咱阁无钱好共买牛草，咱人会用等到五年后，他食一顿米无？啊！都退都变僵尸啊，死去啊！所以这中国偌牛呢？中国甲世界各国，唔是买田，就是买地，安尼装包起来，安尼买到即马世界开始在反弹，尤其咧澳洲，我的农场遐大片，啥物拢互你买去，啊！我饲牛的所在遐大片，拢互你买去，即马禁止啊！比如说我呢来我澳洲都拢无通个食，我要什么喝牛奶？因为澳洲有牛奶，起一杯，因为因包起来了，牛奶拢送中国啊。所以我查囡仔结婚，我都经过，因为遐拢学者嘛，我讲你爱甲恁个政府讲。你哪个中国人安尼不哦？澳洲吼，无通阿食会灭亡。
我讲我讲了后，大概批破啊，我吹啊呢，因拢有看出来。结果迄个总理水下台嘛，飞去皇宫里下台，迄个都参众两院的背狗，对啊呢。咱台湾哦，有地无正宗呢，无多正宗呢。咱圣山的土是足歹的，安尼勉强嘛爱种的，你听我意思哦。所以咱叫做生态园区啊。所以全世界开始进入饥荒、饥荒啊、饥荒的时代。所以是安怎要民主？民主就是你老百姓会用出去当政府讲，你袂使滥杀，安尼就是民主。所以真恐怖。结果台湾的农地讲世界上贵的，世界上贵的农地讲伫台湾的，是安怎？财团咧炒啊，爱买去啊，买去了伊敢要正当？要起厝啦，有诶无诶啦，拢是资本家啦。啊，台湾要食啥？食中国诶加工品，所以服贸，中国诶服务业啊，货贸。中国的物件去吧，驻京区中国的人口去吧。今嘛国被承认中国学历，所有学历哦，包括医生了。咱台湾人卖讲中国人，台湾人摕到中国的医生的这个资格的台湾人有偌济？互恁了？上少嘛一万个，啊一万个入去特考。爱考古就贵啊！啊，你敢敢讲哦？啊，好医哦，哦，怎啊好遐医生来讲医哦？什么死的都不晓得。最近在看迄、那个，看迄个中国的这个，咱台湾的汉流哈，拢变作科学重要嘛。啊，中国是作心生的，讲你们这些科学中药，我们敢吃啊？去检查都无毒啊！我们那里也要发展科学中药，啊，就招台商去投资，你听，啊，阿狗就甲通过了，结果海西啊去投资的遐个中药的台商哦，因为迄个投资爱经过。因那边的官方通过吼，爱火火，结果咱台湾的设备去吼，一摆上少嘛讲比过你啦，像讲川江，川江就爱经过20度的解毒，啊，它浓缩，它变做粉，它个会搞个出来。啊，因那边免啦，十行路啊，俗。原料搁伫我遮，还袂卖过。好佳哉去哦，民进党甲咱遮冻掉了吼，啊无遮卖过哦，伊个船桨偌芳哩啦，伊安尼卡落吼，恁伫坐伫遐拢芳，叫做川穹泉，都、就是化学个，啊迄、那个甲你淋伫内底，啊继续俗一半。啊，这敢食无？食袂死哦！啊，你啊，甲用落汤吼，哦，汤头作战啊！啊，十年后就知啊！啊，即马袂死啦，十年后，唔知系安怎？啊，中国就是讲，我生意做下来，我抢下来就好。所以，咱台湾人去哦。啊，到海边，海到即马，好佳哉讲天佑台湾吼，
无形中的力量来对，来对咱圣山。有的人讲做眠梦啦，安那梦嘛梦未到，讲有啥物太阳花，迄款代志会出现。啊，安那梦嘛梦未到，就讲红撞车迄款代志会出现。啊，佫发生遐大个规模。这是无形硬化、硬化有形的力量呢。啊，所以大家爱注尊注重啦吼。啊，最近因为吼，天的气甲人的气在交换，啊，咱同修吼，嘛去有影响到，啊嘛真直接，所以同修最近身体欠安，真忝真疲劳，规身躯动快快吼，咱都食较清淡，睏好饱，下晡时去散步，行行安都好啦，啊有闲去上山啦。我看今仔日报告较佳啦吼，啊，咱拜六都要这个节目要开始吼。咱家己诶资金所在爱较紧认真去处理呢吼，啊，联络爱联络个吼，爱处理去处理啦吼。啊，人来偌济不管啦吼，啊，采访就是。电动的讲话啦吼，啊，靠这开后去靠这开讲话啦，啊，私人我以前也去私人讲话啦，啊，就这样，哦，啊，最近咱一个同修吼，拢较无看到吼，就是恁某嘛吼，啊，恁某人啊，敢问咱嘛，甲替伊讲到，由伊个人的这个，这个生涯规划台语边那讲。诶，蔡总，哈，哦，机，哦，伊家己规划安尼吼，哦，就安家己个吼，安尼就好啦，啊，慢慢加讲当讲在吼，这样，他以后要回来也会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会怪怪的，啊，所以就都是讲好话啊，也没有什么坏的可以讲了，因为我忘掉了。啊，所以我以上真关心啦，弟弟问我，哎，伊是安怎，是安怎呢？啊，所以我，伊可能会甲问啦。我讲啊，那以为会拍准啦，啊，所以你可能爱去甲问啊咧，哎，都好啊。反正不是坏人嘛，伊含咱弟弟嘛，马英九当选了就开始弟弟，哦，啊，弟弟就做甲小英当选了，哦，安尼嘛八年，啊，嘛袂歹啊，功成身退啊，啊。啊，中鼎三林各有天助啊！哈，啊，这里，这里有一种命运的周期性啊！哈，哎，啊，这里陈秘书你有敢问嘛？哈，伊讲伊要去，要去印度嘛？哈，啊，印度就是一定是去访问达赖喇嘛嘛，啊，达赖喇嘛会甲加持，加持了吼。哦，这样叫咱逻辑推乱了哈。伊也搁转来吼，都感觉嘿，无伊可能会练到差不多吼，这个更化出来。更化出来的时阵，都脚步走路。啊，咱也要做伊的信徒，可以，可以梳头加厨。哎，这个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伊啊，迄个伊啊，做迄款修行的相吼，伊个头大面四方吼，足庄严的呢。所以咱来甲鼓励吼，伊因为伊个无形的一个天命嘛是也安尼啦。哦，这是我知的啦。所以这都了不起哦，啊都。阿拜也可以随着喇嘛吼，做迄个巡行咱这个世界哦，啊，这嘛未歹，啊，伊也要娶某，哎，做哎出家要娶某，随时用娶某。迄个我唔是讲过，日本遐些先生是正式娶某啦，
啊，这个祖伯的修行哦，一年四行都修行嘛。啊，到尾喉咙往往生吼，也动袂掉，啊，动袂掉也吹舒服。啊，舒服会摕春光图哦，伊用画古代用画，唔是用照片啦，照片上上刺激，啊画，啊来看看，哦，就是安尼。然后他会下山，啊你下山，啊下山了吼，迄款经过少年修行的人吼，有真侪粉丝，迄粉丝拢会提供啊，提供需要，啊就一番作为以后吼。啊、有生囝嘛爱生哦，迄老种啊无生囝哦，嘛无要紧啦哦。啊了后，玉皇哥决定要不要回来修行。哎、欸，我讲这是因的修行方法啦。所以咱台湾有一派老的吼，哇，看甲报纸足大足大，哇，直直攻击迄个吐蕃迄个喇嘛修行的哇。啊，拢咧爬大坡啦，个那种安喏，哦，啊，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双修法啦。其实吼、哦，它是试验啦，试看你道心嘛有坚定，啊，你道性欲也可以满足，啊，满足了后你要倒转来，啊嘛，搁倒转来，啊，倒转来嘛正式搁开始啊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进阶啦，我感觉这叫人道的修行咧。所以我刚刚，人家的方法是这样，为什么要一直批评人家讲？哦哎呀，我这安怎都安怎，我讲你比咱台湾吼，加出加吼，真正出加啊加加道行吼，哇、哦、啊个几啊间密室吼，安尼啊底下咧养养养安尼，哎我感觉比迄较好咧。迄度干脆我即马改买小土博诶，即个密华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密华都有直播，闹啥物？最近有一个讲瓦佛了，啊，一个查某囡仔嘛真水，迄个欧巴桑小姐，含迄瓦佛生一个囝，啊，结果迄囝嘛真水啊。哇，人在甲攻击啊，迄个瓦佛，你哪会使安怎做安怎嘞吼？我感觉真无聊的，人因的修行方法都有一步，咱甲尊重，啊无你唔去攻击日本，日本佫行吧咧，哦，啊西藏嘛行吧，迄是净土宗的佛教，往出家都爱，哦，哎，怎么安怎都安怎呢？啊，结果作神像吼。你啊，真正讲到修行，到尾啊，这个五轮在转哦，其实嘛真冲呢。啊，这路人有迄个方法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修行吼多元化吼，互相尊敬啦吼。这个是讲到这个地方啦，所以没有什么好。批评的或者好的或者坏没有这样，那人的文化背景我们要尊重，修行方式要尊重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有查某生囝的，就讲批评讲，哦，恁这都未使安怎，恁这未使安怎，你这头剃落，伊就爱安怎。其实你下摆有够嘛的变化，用用召集的法师起来讲，我们要修改佛法。可以去训练你的这一个，哎，道行。啊，你阿公都有性行为就没有道行，没有性行为就有道行。只要是合理的、合乎道理的、互相尊重的，啊就可以嘛。这就是安尼念嘛。所以这吼、哦，很含含嘛。人生你也个徛个管管，啊嘛，安尼修又怎么样？但是千修万修，对国家无帮助，对民主人权进展无帮助，
啊，到底伫咧修啥？伊咧修啥？哦，你若讲大爱啊，吼、哦，一般都小爱没关系。啊，大爱要讲大，安尼，嗯，修修啊，你唔知咧痛啥？从教会来，伊嘛，互你民俗迎神赛会，哦，哎呀，无要紧。你若讲到民主自由人权，太太，哎，安尼是毋是为着民主自由人权咧修行咧？常用，是毋是？啊，迄款人他未做大佛，迄款人讲，你无修行来包容寺啊，无咧修行啊，无咧念经啊，无咧做哪异教徒？哦，啊，佛教啊攻击基督教，基督教攻击佛教，我讲啊，这是怎么东西啊？所以咱台湾信徒的修行哦，徛伫信仰这内底吼，咱爱坚持对这个民主大爱有贡献，那个推崇嘛，那推崇，来予伊参政教育，啊，这上重要啊、哦。所以我们他讲宗教实在是参考参考啦，啊，人啊信教做信心的，咱唔好去讲破坏，因为他是那伊的依靠啦。啊，你啊个破坏哦，很残忍，很残忍啦。所以我拄着一个，我以前在中兴病院在做医生，拄着一个老伙仔，哦，伊信天主，哎，逐摆拢祷告祷告啊，到尾啊心脏病，咱咧甲救的。我嘛无看到天主伫对，啊，但是咱咧甲救的时阵。雄雄请起，伊讲他看到天主，要来个接应。阿爸讲好，那你就放心走吧。哦，啊，你一定要坚信天主就在你的身边。结果伊死去哦，我迄面咧非常祥和，一点么痛苦都无诶。我安尼就伊，啊，你唔好去了讲啊，信什么民主，信什么天主。我在叫的你爱信众，迄话讲迄作残酷，你也讲救袂我，你干啦硬要讲跑倒，啊你这个不对嘛，这不合乎民主的精神，也不合乎人权，哦，啊这今下报告个遮啦吼，大家有啥问题无？好，安尼咱先说经营吼，人要忍辱负重哦，啊一起经营。你看看都嘛咱遮尔，有个人甲问我，哦，恁庆山几个人？我庆山都百外个，哦，啊，较有咧出去袂四五十个啦，啊，有咧认真收，无咧认真收，我嘛唔知呢，哦，啊，但是至少阮家遮个当作阮遮个大家人拢共调心啦，有共同信仰，哦，啊，伊就讲，哦，恁遮人了。啊，那无哦，我去这个咱遐附近有一个叫雷藏寺，我去遐参加，因遐发哦，人有够多呢，干那点咩发财灯哦，讲总共超过五万人。哎，我讲啊，我们这边就只有捐钱的，没有发财的。啊，伊就讲哦，安尼哦，安尼，恁要去食啥物？意思讲咱要哪经营呢？我就讲有理念的人在经营吼，比无理念的人在经营吼，可以经营的更久了。所以我们花的财啊，是花在人的心中啊，啊，看在天顶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经营。所以最近一个人要捐几块，两万啊，几万，讲要甲咱的追思墙讲起吼，迄字看袂好势哦。迄个佫甲卡卡落来吼，啊重新捡吼，啊遮伊拢来出。我来讲吼，咱啊迄款人都无礼貌，咱啊去甲接迄个几万块吼，啊伊佫甲摆袂了吼。伊后摆人来讲，这片拢嘛我做，你懂我意思无？啊，咱咧带衰，咱有一个神圣的意义哩条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人哦善无要紧，爱善了有气节啦。所以大家加油啦吼！啊，报告大家，谢谢各位。